哦，小平没有看到，不是吗？酱很特别，有一点中药味。我还要吃两个。好，你要再夹，然后妈咪再吃一个。好吃。不是有辣的，这味道是一样。好吃。哥哥，你要试试看吗？这就是里面的那个。没有，里面是八个肉而已。你有吃饱吗？哥哥，你有吃饱吗？有啊。我也看到他讲好吃。好吃。好多东西。然后妈咪好吃吗？等一下我还要吃。不辣的是吧？酱很特别。看着他讲。酱很特别，有一点中药味。我还要吃两个。好，吃完再夹。然后妈咪再吃一个。